上镜头我拍过，但没有这样拍到我那么里面过。真的有伸过我那么里面，大概就大肠镜啊、胃镜那种。大肠镜比较亮，有灯。这个没有，这个麦克风甩成这样，他应该很怕吧。有了，再看一眼他。你爸也喜欢左脸吗？跟我一样。这你哪里是伸手东西出来？刚刚才那边找。真的假的？姐姐给你们三天的极限，让他破百万点阅率。请跟着我飞飞飞呀，要爱不爱随便。今天呢是拍摄我 Bad Habits 这张专辑第五支 MV 废。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荒废掉的饭店。我被穿越了，大概只有比尔贾导演敢这样玩。干玩啊你啊！我说真的三天了，从这外面这样子来。好，来来来。这种镜头我拍过，但没有这样拍到我那么里面过。真的有伸过我那么里面，大概就大肠镜啊、胃镜那种。大肠镜比较亮，有灯。这个没有。今天拍的这支 MV 叫做《废》，大家可能会以为姐你一定很方便吧，你一定很爽，你就是可以尽情耍废啊啊 ！You know what？ 敢攻击 Ella 吗？可以啊，我那个麦克风甩成这样，他应该很怕。拉开来，好。这还这么舒服。好，发现他其实并没有一开始烟火并没有，所以在如果在这边的话，他还需要一点时间。然后我看差不多的时候，我就只想关掉了。生而为人呢，最重要的就是阳光、空气还有水，而导演将废这件事情形容成必要之事，就像阳光、空气和水一样的重要，也就是告诉大家要做一个有弹性的人。又来了，哎，到底是有多端啊？上次 Bad Habits 也跟我说要做一个有弹性的人，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我也在提醒我自己，在努力很努力工作追求自己梦想之余，偶尔也要给自己可以耍废的时候，那个废是可以跟自己好好的相处在一起。好，他休息一下。我还搬床垫呢，我真的是啊，各种。还以为不用当 rapper 会没有那么累，没想到还是很累啊。非常可能你调一个，就是你可以躺得比较久一点的姿势。有一句歌词我真的超级有感，就是我闭上我失焦的眼，选择得过且过，我更自由。因为很多事情是你搞不清楚的，能够搞清楚的就是你的心，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就好。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废这首歌里面得到一些能量。就是勇敢，不要怀疑，不要犹豫。Got it？ 有没有看过这么干净的？真的。来，哔哔哔哔哔哔。来，你错手了。错手。哔哔哔哔哔，这边过去。等一下，阿炳。好乖，好你咬。黑吧，坐下吧。有了，再看一眼他。你爸也喜欢左脸吗？跟我一样。哦，去哪里是伸手东西出来？刚刚才那边找。真的假的？好，黑了，收工。刚刚没有料到你会摔下去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是这不是因为我也没料到，其实我刚刚那一下是摔倒，然后我喊了一声啊，然后我说随便啊，顺便好，超好看，做事就一起。Good news, everybody！ 我们的废 MV 已经上
下了，请赶快去看，希望好不好？姐姐给你们三天的极限，让他破百万点阅率。三天会不会太贪心了？好好好了，那姐姐人好一点，一个礼拜好不好？破百万，加油，交给你们喽。